来了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没有啊。啊，我的茶嘞。你们两个哦，一个松松在家做烘焙，啊，一个给我搞自闭啦。你要去哪里？没有。啊，你怎么带个包包？还说我嘞。我两三礼拜前就看到你包包里面整理一些东西了，你要离家出走啊？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我跟你妈讲过了啦。干脆哦，我们两个去旅行啦。哎呀，妈咪啊，你知道阿信？最近怪怪的吗？他不都是一向这个样子。可是我看他的背包里面好像有那个换洗的衣物，好像要离家出走呢。啊？离家出走？不会吧？啊，可是我在想说，他都准备好了，我是陪他去走一走。走一走，走哪里？你脑袋瓜笑的拍带了，要去哪里呀？啊，人家都骑脚踏车环岛了，真是。啊，你都想好了哟？要去可以啦，我有一个条件啦，你们哈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给我回来。不要吧。什么必要？就算我给你钱，请你陪我去旅行好了啦。哦。好啊，那你要给我多少？500啊。一天。一年啊？那、啊、你穿这样够啊？够。嘿，阿信啊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、哦、累死了啊！迷路了吧？可是我好渴嘞。啊，我也是、啊。怎么办？找个人问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人？没吧。啊？都没有人。哦。两位是要找路吗？哎，是啊，对不起。请问这里去哪里啊？这里是上山的路，不过上山上去还有些距离。这样子啊？哎，哥，两位走得辛苦了，要不要上来先喝杯茶呢？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两位一路辛苦了啊！来，我们正想要找水喝，两位这边请。好，哎，是，好，谢谢。这边就我一个人住。哦，你住车上啊？是啊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。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里不错嘞。哎，这里是简陋了一些，不过小旅行车嘛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哦，怎么会想到住这里？哦，我以前工作在世界各地到处走，就一直很想开着这样的旅行车，看着别人开，好羡慕啊。是。世界各地，那你都去哪些地方？啊，我想你想过的地方，我大概都去过了。我去过欧洲的大部分的国家，是去过。
非洲，去过亚洲，美国，嗯，哦，我想那时候做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，哦，很容易赚钱的。哦，算你以前做生意的啊，是啊，哦，总是在世界各地到处的飞行，是，感觉很好，嗯。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，哦，我看着别人开着这样的旅行车，我好羡慕啊，哦，这样好想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哎，啊，那夫人跟小孩呢？哎，讲到这里就是一段难过的故事了，嗯，前几年我在国外，是他们在一场车祸中，哦，就通通走了，哦，对不起。那时我匆匆的赶回来，连想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。嗯嗯嗯，那时我觉得我像一个行尸走肉，每天漫无目的的过日子，嗯，事业也放弃了，嗯，整天就只在酒醉精迷里面，嗯，我一直想用酒精麻醉自己。是，可是很可惜的，即使用酒精，晚上我还是照样会失眠。哦，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下去是不行的。嗯，可是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大的转变？哦，讲到这，嗯，那时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喝醉之后，嗯，我想一想，我不能这样再下去了。嗯，我醒来之后，我拨了一通电话给生命线。嗯，什么生命线啊？生命线不知道。哦，那1995。哦。哦。那我拨了那一通电话，嗯，我那一晚老师在线上好好的跟我聊了以后，嗯，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这样沉醉的日子是并不能纪念他们的逝去。哦，我想他们也不希望我过这样的日子。嗯，于是我开始重新在我过去中拾起对他们的记忆。嗯，我就买了这一台旅行车。哦，啊，然后过简单的日子。我觉得人不见得要那样子赚那么多的钱，虽然一样简单的日子一样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快乐。是，那我后来就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是，我想虽然这个空间很小，我一个人过应该也是足够的。 嗯， 嗯，我想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快乐。哦，嗯，不好意思打搅你。哪里哪里，今天能够遇到二位是我最大的荣幸啊！不客气，我们就来喝点茶吧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打搅你了。哎，不客气，只是您不嫌弃。时候不早了，我怕您要掌握时间了。是，祝你们一旅途愉快，一路顺风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爸，我觉得刚才听完大哥的故事，让我心情十分的复杂。嗯，我想我可能比他幸福多了，至少有你们，你跟妈在。那虽然妈常骂我啊，跟我吵架啊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像大哥这样一个人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生活中总少了一点人跟他对话的话，好像有一点寂寞。不错，阿信已经长大了。这里这么漂亮，实在这里好像也不错吧。对啊，他会在这边会呀。既然你都不爱我，那我把这留着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这边萤火虫跟油桐花，哎，是吗？在哪里？好像在前面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了。好啊，可是哦，哎呦。妹妹，那很危险嘞！对啊，这边很高哎！哎！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对啊，这边。你要干嘛？不要靠过来啦！没有啊，我们想说这里那么高啊，那我也干那个，刚才有东西掉下去是不是？对啊，都破嘞。哎呀，我。反正他又不要我了，我留那东西干嘛？啊？谁不要你？
哎，妹妹啊，这样很危险呢。对啊，这边超高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对啊，啊，你一个人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不，我们只是想要帮你一下啦。你们帮不了我的啦，我男朋友都不要我了，你们能帮我什么啊？可是，总会有人可以帮你，家里人也可以帮你啊。我家人根本就不理我，哎，根本就没人在乎我嘛。我现在跳下去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啊。哦，可是会啦，像他早上说什么要离家出走，结果他妈还不是就是想尽办法要他，还叫我陪他拿钱给他嘞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没有打给我啊。什么时候没有打给你？总是你妈，哎呦，电话来了。喂，妈。我在。嗯。你家妈妈又打电话来了。什么？爸要回来。他竟然记得我生日。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好。那我马上回去。你妈妈对你。你们等一下哦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啊，这里刚才才有人要跳啊！你又坐在这里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试一下。试什么试？这种事也可以试哦。啊，爸，你听我说，我坐上来才发现，原来这样子自杀的感觉这么的可怕。嗯。还好你们没有放弃我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我突然有点想家。好了，先下来再说了，对不对？小心啊。去吃六块鸡，去吃两块就大锅了，还吃六块。